然后所以如果你觉得你想要拼命验最后你可以找哪一个男生自己会认地方的，哪一个男生会看地图，是方向还最好，每一个都不会，每一个都是发宝。没有开了，真的太难了。哎，你是不是路啊？你感觉上可以哦。知道路啊？你要不要定高反？没有。我之前去那个冰室魔法学院，我就把地图拿反了，然后我们就走下去。大家呢？就那个你一直怎么记得这样？没带。我给你说，我建议。哎，青姐，三号脱口大大的三个字。不要弄。我刚嘴马的话。然后上面写超大的三个字啊。是的，他这个是点谐音，他闭嘴了。是的，难怪我们三号路。所以是从20到10。我把照片拍起来，去其他地方去。好，拍拍拍，我拍三笔啊。这样子啊，就拍这一张就好了。还有旁边的格子要不要看？因为旁边只有几格啊。叫钦差行台嘛？钦差就是政府官员待的地方是不是。对，就以前清朝皇帝会派钦差到外地去视察，为了一些特殊的事件，比如说叛乱事件啊、放产事件啊，但皇帝没办法亲自去到这些地方。钥匙要收好。我把雨伞。会不会用？你认识那个是谁吗？那个是我说那个名字啊，你认识吗？贺显灵。我说那个是谁啊？陈永扁。陈水扁啊，什么？陈水是谁？啊，这个是谁？黄大洲啊，认识吗？都是市长啊，都是之前的市长，台北市长。因此，台湾的第一辆火车头即命名为腾云号。自1924年，腾云号退休已经已80年，它成为我们的国宝。让我们来回味一下怀念的蒸汽火车声。
几个柱子，这样一算就几个柱子，二十几个，对，你看四四十六，有没有？这边两个就二十，对，这边就二十四个，非常漂亮。有几个换？少少的有的是换新的，换掉。对，你们先看过去比较亮，就是换掉。对。对 ，OK 啊，柱子也 OK 啊，这主石是蛇。所以它又名蛇雕，好，那因为是大鸟，这不是小鸟，小鸟就一直拍翅膀的，它不用，哦，对，它好小，它其实是站，他们那些设备上山去照相，要山上到山上去哦，照完相顺便不晓得怎么把它扛回来，这些都是三者之路他的功力，所以那时候台湾博物馆很多原住民的收藏品都是生祖就是弄回来，生祖对，那因为跟原住民都交好朋友，所以有东西他怎么跟他交换不知道了。听说他去念大学的时候带着不晓得几件标本去上课，那来到台湾之后，跟生祖之柱两个都是不良于行的脚，可是都上。